把那个英文字 A 到 Z 26个字母，然后去追它的起源，就是它一样是象形文字。哦，真的吗？就是它本来也是象形文。是你胡乱的吗？是的。你已经不被信了，我已经没有办法相信学姐讲的任何一句话。Ox 就是公牛的那个头，然后它这边腓尼基文的文字，还有它早期的符号，都是牛的头的造型。